就是你的邻桌兼小老师，希望我们友好相处。哎，希望友好相处。哎，对了，贾先生，邻桌协议第一条。邻桌协议？什么邻桌协议？我没有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许出声。那要是老师提问怎么办？第二条，不许打喷嚏，不许打嗝，不许挠头发，喝水吃东西的时候不许出声。那我要是忍不住了怎么办？第三条啊，我可以随时增加协议条款。我的天哪！不知道是侵犯精灵国的大恶魔，哎呀呀，要消灭大恶魔！驾驾驾驾，嗨！啊，不知道中。招了！哎呀呀，真棒啊！不知道被打败了，好伟大的国王，不知道演的太差了，想想演不下去了。爸爸哭卡，妈妈噜啦，呼噜呼噜呼噜呼。协议第二条，不许发出怪声。哎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又不是我叫，是我的肚子。哎，你饿了吧？哎，我请你吃糖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饿了。啊，谢谢。可乐，起立。作业本呢？怎么没交？老师，可乐的作业本在这儿。哎，坐，贾星星。可乐，可乐，好好向着贾星星学习，知道吗？粗心这毛病一定要改啊！一定改。坐。可乐，起立。这就是你的作业啊？啊？坐，坐，我去找小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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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姨。柯老师今天怎么有点怪？这是谁画的？啊！黑
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阿华，哎，洋洋，这是谁写的诗啊？写的真好。这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顾城写的《黑眼睛》。他的诗充满了梦幻和忧伤，而这种忧伤又是淡淡的，是觉醒后的忧伤。太好了，我们把它写在板报上吧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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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怎么这么酸，那么臭啊？啊，一定是有人放屁。这在学校里怎么能放屁呢？啊，太不道德了！这放屁，行，放屁，低级趣味。那。哎呀，洋洋，洋洋洋洋，你看他写的那个字儿，像毛毛虫一样，这能上板报？这上不了板报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，这是书法，哦、行书，你懂吗？书法，我这喷天上去了。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书法啊！看着啊，哎，看见了没有？这叫书法啊！哟哟哟哟哟哟哟！哎，你怎么能画毛毛虫来吓洋洋呢？我，可凡，你怎么那么幼稚啊？我一点品味都没有，赶紧把你毛毛虫擦掉！我擦，他画的，为什么让我擦？擦不擦？我擦。我们走。走。我痒痒，我痒痒。虫字告诉我是书法，我听我挠，写个大妈，哎，哈哈，哎，哈，看我的超级大蜘蛛，一定能把你吓得喷天上去。你听没听见我在说话啊？哎呀，这听了听了，不是你看了恐怖片什么的吗？啊，也不对，是我的同桌，比恐怖片还恐怖的同桌。哎，谁比恐怖片还恐怖？吓我一大跳！贾星星，哪怎么来了？嗯，我刚搬到你们家隔壁啊，听说有人看了恐怖片就过来看看。啊啊！哼。你们家的风格可真幼稚。哎，这就是你的同桌啊？现在还是邻居。啊，天哪，隔墙有耳啊。我再去看看。快救救我吧。结果柯老师就给吓跑了，然后呢，我就拿起镜子一看，自己的舌头也绿了。哎呦，笑喷了！我以为多可怕呢，也不过如此。小屁孩，你还笑？你快想想办法，别让他做我的同桌了。我帮你，那岂不是杀鸡焉用宰牛刀？真是。那我怎么办啊？我教你啊。嗯。以后他要再惹你生气，你就说出来。让我们大家都乐了。你还是我哥哥吗？你还是我弟弟吗？啊，一个小丫头就把你欺负成这样，切，我没工夫听你讲无聊的故事。走喽，噜噜噜噜。你，她不是小丫头，她是大恶魔。恶魔？恶魔？那谁是恶魔？是假惺惺。天上的星星变成恶魔了？不是天上的星星，是我的同桌假星星。哦，假星星。对。就是说不是真的星星，是假的星星变成了恶魔。哎呀呀，是假的星星变成了恶魔，来到了可乐的书桌上，给可乐带来了灾难。也可以这么说，那你们快帮帮我呀！伟大的国宝，正义的小精灵，一定会帮助可乐打败恶魔星。啊。
星星吗？啊，这位叔叔，我可以允许你叫我星星小姐。哎呀，笑一笑，从来没见过长成这样的星星，太奇怪了。你才奇怪呢，你就用这个修理东西。哎，你真可笑，真可笑啊，真可笑啊，真可笑，真可笑，真可笑啊！笑一笑，居然被人说可笑。笑笑怎么能可笑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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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笑，你怎么了？笑笑怎么能被人说可笑呢？笑笑最讨厌笑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他不知道的。不知道，上。不知道，娘。这头发也不像是高，你干什么？不知道不知道。叔叔啊，您是觉得我今天的头型很好看吗？不知道不知道。连欣赏都不知道，还不如回家睡大觉呢。这么快就被打败，看来只有让 A 丫丫去制服这个恶魔星。 A 丫丫加油。哎呀呀，这是谁呀？哎呀呀，只有 A 丫丫才能说哎呀呀，我偏要说了哎呀呀。丫丫，丫丫要把这个可怕的恶魔星变成雕像。爸爸哭开了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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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上了？怎么回事啊，小饼儿？哎，问你，哎呦。小屁孩怎么了？不是，花生酱现身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恶魔星太可怕了。哎呀呀，以后再也不打恶魔了。笑一笑要回精灵国了，不知道要睡觉，要忘掉噩梦。我以为多大事呢，原来就是一个小丫头。哎，可凡借你们法宝一用。小圆儿，你看这个。啊！你叫。哎，只要有了这个，假惺惺就不敢靠近你了啊！哈哈，但愿如此吗？哼！可乐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Oh!
小女孩啊，报仇成功了没有啊？给我蜘蛛吧。啊，给你，快去吧，赶快去吧。哎，我蜘蛛怎么少了两条腿啊？可怜的小猪猪啊，你怎么就……好了好了，少两条腿寓意更恐怖，别错过了时机啊，快去吧。啊，就是喷天上去了。啊。有一种草叫玄长草啊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我的蜘蛛，哎呀，我的腰啊，我的蜘蛛，你的蜘蛛啊，瘸腿的蜘蛛也敢拿出来吓人啊？杨杨杨杨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杨杨杨，你别！可凡，你居然拿蜘蛛吓人，太无聊了。我没有啊，不但无聊，简直残忍。我怎么？哎，你是把蜘蛛腿吃了呀？你才吃蜘蛛腿呢！我没吃，太恶心了，以后你离我远点。哎，杨洋，杨洋，这，哎你，我，哼，可怜的小猪猪，我要报仇。哎，哥，你不是说对付他，主杀鸡用猪刀吗？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说的是牛刀啊、哦，牛刀。但是我这回不用刀，我用剪，杀手锏。去，把小精灵他们都叫出来观战，我也要给他们报仇。嗯。万事俱备了，欢迎新邻居。可乐说你是跟我道歉，我才过来的。是这么回事。可乐，走，跟我一起招呼客人，快快快！贾青青，来喝饮料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何方哥哥。哎，你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什么呀？什么？不好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啊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哎，你们也喝啊。我们也喝，我们也喝。伟大的国王，小小害怕的脑子都不转了。你是谁？你老师，您看我几道语文题不会，你能给我讲讲吗？哎，哪道题啊？啊，您先坐。您看啊，我这道题，还有这道，你坐下说。怎么？有笨小孩。这些都是本小姐玩剩的招，太幼稚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的日记本。小可乐的日记本，那我可要看看上面有什么幼稚的东西。我的日记本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呀！天哪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您可是来了！您瞧瞧他们哥俩在家里搞恶作剧，是把家里搞得一团糟。然后呢，我怎么劝都劝不了他们，他们还捉弄我。哎，可乐可烦，你们两个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捉弄这
么可爱的客人呢？他可爱，这个猩猩太邪恶了，喷溅上去了。哎，可乐可凡，不收拾好不许吃饭。地狱呀、啊！他是我的同桌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他还是咱们邻居呢。太可怕了！我现在啊，除了做梦都能看见他呀。哎呦！他会变成恶魔，钻到你们的梦里去。嗯，哎呀呀呀呀！不要捕到恶魔。哼，还没收拾完，要不要再来点啊？哎哎，我们可没有。